我是刚刚列车长。在110年4月4号，汐止站，汐止站3:33出发的是5450次。从北回线上花莲的，以绿色线为标，用900型车往区间快车，用901车往区间快车，在汐止站关闭车门。下一站七堵，能量汐止7堵。我今天真的好大的花莲，7:36。下一站7堵。七堵。往基隆方向的旅客，请在7堵站换车。奥吉桑。七堵。往基隆方向的旅客，请在7堵站换车。康庄。7堵。欢迎基隆方向的旅客，请在7堵站换车。Next stop, Chidu. Passengers for Keelung, please transfer at Chidu Station. KP 自强和通过。5堵站通过。107度，瑞芳道，因为现在瑞芳显示出来，终于现在7堵站，基隆方向旅客。然后摆回到你们那边。
安福站交会二代尾箱号。地图都能懂。七组快到了，七度你来到了。七度。快到诶 ！We are now arriving at 七度。哎，以前的旧家，九百零九。左侧开门。交会。左侧开门。下车时，请您注意月台与车厢间的缝隙。谢谢刚刚的老板。Thank you。谁都赚到了。然后这班车用8080的尾箱全车车网，超感动。谢谢各位安全的宝贝。11724开往基隆，用8080尾箱全车车网在七堵站，跟901跟902车网在七堵站。谢谢各位安全的宝贝。